我有多幸运遇到他。哦幸运遇到他。我喜欢男生会维持自己的体态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对自己的纪律。目前进展是男女朋友认识，我现在生活蛮好的，私底下的生活也一切都很好。是认爱的意思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我现在状态也很好。很好，我就想说很久没碰到记者，应该不会。已经一年了耶，其实那时候拍到我说是去年的十二月。是吗？对 啊你也记得太清楚了。就还有联络吗？有，就稳定交朋友这样。家人有看过了吗？就是身边的好朋友都会一起聚会，想要比较低调，就是因为希望就是之后真正的另一半不要被这些就是影响到。真的有事？我蛮有事，就生气。你们两个看错啊，是我来好大。他没有节奏。